17。太阳性质于微，何以故耳？面万法与群生施光放热故耳，故为人赞。由是之道，为祸之流，为众而消逸者，是为其大也。太阳的本性之所以伟大，是什么原因呢？是太阳燃烧自己，而给这个世界带来光明、温暖和能量，使植物得以生长，人类和动物得以生存，我们这个世界具备生存之力。也就是说，太阳为世界万物施其诸意，所以人人都赞叹它伟大。那么，同样的道理，我们的人只要是无自私自利之心，默默奉献，甚至不惜牺牲自己，为大众的利益服务，给大众带来福利，带来好处，那么所有人都会敬重你，都会赞叹你的功绩，而自己也就伟大了。